PWD Studio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怎么去爆改 STL 档。我们常在素材网站上面看到一些喜欢的模型，但又觉得有点美中不足，想要给它挖个孔或是加个什么东西。就像这只招财猫，我想让它看起来凶狠一点，肌肉棒子一点。那要怎么做呢？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修改 STL 档。我常用三种软体。假如模型很简单啊，档案大小也不大的话，那我们可以用 Tinkercad 就可以做了。啊，可是有时候模型比较复杂，档案比较大的时候，用它就不是那么方便了。那我有时候也会直接用 Cura 直接来搞，但它只是切片软体，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方便。那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是 Mesh Mixer 这个免费软体，这个还蛮好用的。那等等我们就用这个软体来把这个招财猫变成肌肉棒子，大家学会了之后就可以自己去延伸爆改一些其他的东西。但要注意的是智慧财产权的问题，通常素材网站上面都会标示 CC， 要自己注意一下哈。好，打开软体，都是英文，不要怕，像我们这种业余的会用到的功能就那些而已，稍微玩一下就可以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来，那我们先来汇入我们要组合的模型。 OK， 那现在肌肉手臂倒在那边，我们现在调整它的位置和大小。现在有两个物件嘛，所以我们要先选择要被移动的手臂。有被选择到的物件，它就会亮起来，像现在手臂那样。啊，猫咪没有被选到，就会看起来黑黑的。好，选好物件，按快捷键 T，就会出现这个 transform 功能。不用快捷键的话，也可以从左边的 edit 编辑里面去找到 transform 这功能，很常用。我们移动模型和调整大小都会用到。拉动箭头，它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平移；转动弧线，它就会旋转，敲个你喜欢的角度。按滑鼠右键移动滑鼠可以旋转视角。那把手臂接近猫咪，去比对一下，来调整手臂的大小。拉动中间白色的方块，就可以等比例缩放。啊，也可以直接用旁边方框的 scale 去对 x y z 三个方向做缩放，或是直接在那个 size 的地方去输入准确的尺寸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瞧一瞧。OK，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再来，要把原本猫咪的手拿掉。好，先选择要被修改的猫咪，再来点选 select， 也就是选取的意思。我们在物件外按着滑鼠左键，就可以把它圈起来。它红线框起来的部分就会橘橘的。那我们可以在物件上按着左键去涂我们也要切除的位置，去做稍微的修整。按 delete 被选到的地方就会被删掉。那你会发现它里面是中空的，看起来就只有一层皮。哎，没错，因为 STL 模型它不是实体，它是用很多三角网格去组成一个形状，这也是为什么 STL 档比较不好用一般的 CAD 去做修改，要用这种专门处理三角网格的软体会比较方便。好，那这个破口要怎么补起来呢？点选左边的 Analysis， 这里面哦会有一些可以去分析啊或是量测的功能。那这个放大镜可以去检查模型哪里有破口，你看它有标球球的地方就是破口，你可以一个一个点，也可以直接按 Auto Repair On， 它就自动全部帮你修补。你看它补起来了，再来就可以来接手臂了。选取手臂，按快捷键 T， 开启这个 transform。我们先来瞧一下位置。好，检查一下，瞧好按 accept 就可以了。连接手臂后，有发现肩膀那里有凸凸的，那我们来修整一下。我们一样可以用删除选取面，再补破面的方式来做修整。哦，看起来好很多哦。我们业余的哦，不用修补的太精细啊，印出来哦，其实也看不太出来了。OK， 其实这样就大致完成了。只是我想把那个拳头换成猫掌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勾锥啊。那我们再汇入一个一样的原本的招财猫出来，进入 Select 选取猫掌之外的所有身体。啊，因为猫掌比较小哦，所以这边我先用 Ctrl 加 A 就可以把整个物件都选取起来，再针对猫掌的部分。按住 Shift 配合左键，可以去做取消选取的动作。啊，这个笔刷还可以调整大小。好，涂完之后，用 Delete 把身体都删掉，留下一个勾注意的猫掌，来修补一下破面。再按快捷键 T， 瞧一下位置跟缩放大小。好，瞧好之后要把拳头去除掉。为了方便哦，我们先把猫掌丢到上面。好 ，Ctrl 加 A 选取整个物件，
按住 Shift 取消选取，去把不用的地方去除掉。OK， 之后 Delete 去除，它的拳头就不见啦。拉回猫掌，啊，手臂的部分也记得要补一下破面。调好位之后，把猫掌跟手臂结合在一起，按 Shift 键可以把两个物件连选在一起，它就会跳出这个布林结合，就可以把它们两个结合成一个物件。结合好后，整只手臂跟身体也可以结合在一起。好啦，这样就合合为一，只剩下一个物件了。再来，我想要修改一下他手上那张牌，我想要写一些字在上面。那我们可以先把原本的字去除，一样用删除面再补破面的方式来做。MathMixer 在模型上写字有很多种方法，那我这边是利用 Tinkercad 先做出一个字体的模型，再导入模型，然后给它做结合。嗯，漂漂亮亮，可以绘出了。绘出的时候，要把全部要绘出的物件都选取起来，不然没选到的物件可能会没有绘出到哦。你也可以再把字跟整只猫结合在一起，再一起绘出，就更不会出错了。只是我是考量到哦，之后可能我还会想把它改成别的字，搞一个客制化，所以就先不结合了。啊，反正记得有选取到就好。好啦，绘出完就可以切片开印。这个小猫咪哦，还蛮好印的啦，不用支撑，密度随便。其他都预设就可以了。好，一样模拟检查一下。OK， 开印，印好了。那也可以放大哦，看起来会更霸气。或是加个吊环，可以挂在钥匙上，或是摆在阳台上遛猫。赶快来做一只吧！